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台原装的云豹200，非常完整啊。然后它就是有一阵子没骑了哈。那这个车呢，是我们帮一个女车主收来的，然后要加以改装啊。它改装的风格没有要跟动太多，但整体就是要让它完整，然后把一些基本的东西，像是轮框啊、轮胎、线路啊、椅垫、车架这些都要重做。那它预算没有太高，大概都是之前一些 case 的一半，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在重点处理，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case。现在轮胎已经上去了，整个比例出来哈。现在我们再帮他抓一下啊。他这台车呢，是他的第一台车，也是他，可是他现在还不会骑挡车啦，但是他就是手工车，有给他一个很强烈的理由啊，一定要玩。然后他从买车到现在整理，我们没有做太多的比例的跟动，我们在原厂的比例之下去做一些其他的调整。然后让他可以达到一个他可以骑的小山车，身高好像158公分，透露这个车主的身高。然后之后呢，会再邀请他来跟我们解说一下，为什么他一定要骑手工车，为什么他一定要就是找牛仔帮他处理一台。好，现在呢这台呢原本是由小彪跟大姚呢要来负责操刀，但是小彪的手呢因为过敏的状况，只能强迫休息。好，大姚，你在做什么？做那个固定土厨的那个支架。固定土厨的支架，前后这样子。对。哎呦，帅吗？还蛮帅的啊。都还。怎么样？盒子也做好了，旁边还有做一个这个边条哈。然后椅板，小恩现在在做椅板，可能会感觉起来会让它露出一截后面这样子。没错。重力的细胞，没办法。你看我们的影片，虽然说质感没有很好，干嘛？没有，没干嘛？没干嘛。没有。哦，对啊，没水了啦。黄标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影片虽然没有什么质感，但是怎么样？我们这有魅力嘛，大家喜欢看我们这个影片是这样。啊，这个我会剪掉，这个我会剪掉，这个太鸡掰了。他后面有要翘屁屁吗？我后面
哦，太开心了！今天要介绍这台云豹两百，这边是车主，真正的车主伟伟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因为第一次有点尴尬，我帮他大家好一下。但是我也很特别，就是我们是在 IG 上联络到，然后我也看这个车也看了一阵子，对，看蛮久的，看蛮久的，可以跟我们讲你大概看多久？差不多半年前吧。之前是因为在路上有看到一个女生骑着手工车，然后才开始就是问朋友啊，说哎这是什么车子，然后才知道说是就是手工改装的，对，就开始研究半年一直到现在。哦 ，OK， 那很屌，因为他现在还不会骑挡车，会骑车，一般车有驾照。目前是没有，目前没有驾照，但是就是有在练习的，然后但是还是希望说可以先冲。对，因为毕竟一般机车对我来说，一般机车跟挡车，还是就是骑的感觉还是不一样，对，差很多。对，然后考虑了蛮久，还是想说，同时进行好，就是可能因为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工作比较忙，就一直都没有去考驾照，然后一方面也想说，那就是。酝酿这么久了，还是就直接直接来一个自己最喜欢的，就是找到一个感觉点，就想说要改了。蛮佩服的，因为其实比很多人更有勇气，比大部分男生更有勇气。可能好像讲了被骂。好，那因为伟伟的要求就是说，因为他本身他有在玩这个长板，可是这个长板呢、啊，他寄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请他先寄过来，然后因为我们需要。看它轮架在哪边，然后还有可能也不能让它太危险。那因为这个板子我们是第一次装，之前有装过滑板，装过蛮多个，可是长板真的是很长，它大概有100到100出头公分这样。所以这个板子真的是，我们那时候想了很多，就是可能是放在车头，或者是把它从车头挂到车尾，可是其实那样挂都蛮危险的，对，所以。我们想了一个方式，把它斜挂在左后侧哈。那这边呢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，这边是有一个弹簧，所以它下来之后呢，哦，这钩子就这样拿起来，很简单。那这边呢，因为这边有 U 尾嘛哈，到时候你如果有行李的话，我们这边 U 尾旁边是有缝隙，是可以那个钩子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它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下，没需要的时候下去，它就是。等于是跟 U 尾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在下面的钩子跟上面的钩子，它这个都有绑那个网球拍上面的那个要怎么讲？对，绑的布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，下面就是架上去，好，所以它其实会有防护到你的轮架哈。然后这边搬起来之后呢，基本上它当然是直接就这样就夹住了。那我会再附一个那个袋子给你，就是让它在骑的时候比较安全一点。这颜色跟形式都是我们车主选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你会选比较颗粒胎，或者是这种越野一点的感觉的前途图啊，整体的造型，你有没有？还是你就觉得很帅，你喜欢就行。对，本身是喜欢这个，因为看了很多种风格的车子，觉得比较偏，因为我看到比较多都是山车类的，它的比例上会比较帅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有架势。所以你喜欢驾驭这种比较，对，喜欢帅一点，帅一点的架势。今天都玩这个车就是要帅一点。对对对。然后有提到说，其实本来也有考虑说是买一台新车，或者是做一台手工车嘛，哈。那新车跟手工车对你来说，为什么你会选择手工车而不是新车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手工车的部分就会选择手工车，就是因为它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、性格去调整。那如果是一般机车就没办法，就是跟大家一样。所以我觉得手工车感觉比较可以改出自己的风格。对，所以你也是一个比较有个性、喜欢有自己风格的人。对对对。谁不是？因为自己本身是设计师，就会觉得说你是设计师，对，是哪一方面的？景观设计。景观设计哦，哇，那个很贵耶。你是说哪个？就是景观设计，一定是任何要做景观都花费很高啊。对，也是这个相关科系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聊太多了。会比较希望说自己的一台机车有自己的风格。
哦，是是是 ，OK。那等于是说，因为车主的身高大概是156。哦，那他喜欢有一点越野，可是呢，可能车高又不能太高，所以我们就设定的是低的，但是它的比例上让它看起来是比较紧凑的。好，那在于功能性上面，当然除了看到这个板架就知道这个功能性，我们也很要求。所以在开关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换了全新的，但是是原厂开关。它呢虽然说它的线会比较繁琐一点，但是它的功能性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发动一下。OK。远灯的时候，这个会有远灯，然后零是空档，好，方向灯。好，那我们就请车主帮我们跨上去一下，虽然他现在还很没有很会骑，要我示范一下吗？其实这个很难进去，对不对？你要助跑，然后这样脚就好，喂 ，OK 哦，然后起来，好，脚还蛮 OK 的，还是这个有内增高，这鞋子稍微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可是你要还是要小心，因为这边是小腿还是会烫哦。这边就是这个箭头哈、哦，箭头就是你如果忘记的话，你可以再看一下影片之类的。这个箭头它朝这个 off 的话，它是关掉，就是它等于像一个水龙头的概念 ，off 掉它关掉，就是说你这边有再多的油，它都不会下来。那这个重点平常会在于哪里？比如说维修的时候要拆油桶，或者是说我很久不骑的时候，我才要把它关掉。好，那或者是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哦，管子不知道哪里在漏油破掉什么的，我就会赶快 off 掉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我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是油是满的或什么样的状态之下，我这个这边也是 on 哈 ，on 的话呢，我就都可以骑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改装油箱它是没有油表。所以我可以打开它，可以很清楚看得到我们现在油有多少。假设我不小心骑到没油了，我可以把它往下转到这个 RES、哦、RES 它是备用油，备用油大概有2公升，两公升就是你这个车油耗可能至少也有一公升也有跑30公里，所以两公升你跑到任何一个加油站已经来不及。那现在比如说我骑到加油站，那我现在要怎么去加油，就是说我一样把它转到 on 然后加满。那我忘记转的话有没有关系？就是没关系，只是说它其实它里面的概念它是同一个空间。好，那它有一个长的吸管跟一个短的吸管，所以当我用 on 的时候呢，它只会用那个长的吸管，下面有一层油它是用不到。那你转到这个，它会用下面这根吸管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会不会有点电门哈？这边有这边在这边打开就是电门。好，它这个两个是这个是防水的，所以你可以一个是 UB 这样，然后油箱是这个，这个是它现在逆时针没办法转 ，lock 住了。那我现在转，好就可以打开了，好就可以打开，然后你看喽，有没有油？其实你看就很明显，好，OK， 好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不确定油剩多少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给它用在。RES， 然后等一下，如果你们有骑去加油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转到 on 去加，这样子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就让它先 on 好了 ，OK。然后再来这边呢，这个是 Q 钮，冷车的时候就是把它就是最上面关起来，然后热车的时候可以往下是开一半，最往下是全开。它这个的概念，它就是这个的概念，就是它其实只是。因为化油器它是，就是油跟空气混合去做点燃嘛。那当今天车子很冷，比如说冬天的时候，很冷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关起来，整个关起来之后，它的空气就是很变很少，然后油气就会很浓，就会很好发。
可是当它开始热的时候，它就会变不稳了、哦，我就可以开一半。啊、哦，然后等到最热的时候，我可以全开。所以有时候比较急的人，他会可能会先关掉，我就先发动，先骑，骑一下子就热了嘛，我就慢慢的搬下来或整个打开这样。好、哦、啊，有些人，很多人就是他真的搞不懂，他有很多人他真的会这样关着，然后他觉得他车坏掉。好、哦，真的很多人，然后或者是说开一半，他觉得他怎么样都不顺，或者是他冷车的时候，他就这样一直发，他也发不起来，发到车子没电。哦、所以。往上是关起来，就有点像我们，其实就是像这个化油车，它其实原本在这边拉，冷车都要拉，野狼也是要拉在中间，好、哦，那这就是我们是手动，它会帮你停住往上，然后往下这样子。那天气因为现在天气热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顶多我发了起来，顶多就是冷车的时候比较没那么顺，但热了就 OK。所以它平常是可以维持在，平常就是在最下面，只有不好发或冷车的时候才，那时候才要对，或者是。或者是我，比如说我现在放着，然后我到明天早上，它车子全冷的状态，天气虽然还是很热，可是呢，可能它可以发，但是它不会说让你骑，它会让你骑就好像没油或者断油，就是因为它还不够热，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就发了起来，然后我就让它热车也可以，对，只是说我如果难发的时候，就是会自己会拉一下，然后对再往下，它就是控制它的阀门而已，对。然后这边就电门嘛，哈，打开之后这边，好，因为这个是空档，这国际档嘛，哈，空档的话会零，然后没有空档它就是没有，好，空档就是零，就是蛮简单的。然后大灯这边有一个 off， 就是这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有很多人他也是就这样，然后一直发到死都发不起来，就对，然后干车坏掉了什么，然后哦这个就是。这是断电的、啊，对，哦，会有电发的声音，怎么样它都发不起来，哦，你要这样，啊这样，这个是可以熄火，所以基本上就这样，然后大灯、high low 这个都 OK， 然后方向灯这边也会有指示，啊，按掉就没有，哦，电发就这样 ，OK。